大家好，我是魔人，今次回来跟大家讲个好消息，就是魔物猎人世界和地平线期待黎明合作啊。咁其实就喺官方嘅 Twitter， 即係大家依家都睇到嘅地方，咁佢就已经公布咗合作活动啦。咁其实个合作活动就好简单嘅啫，我哋嘅1月26号咁零点係啦，即係其实过多几个钟啦，咁正式开始嘅时候其实已经开启我哋嘅第一个合作活动。咁呢个活动嘅任务呢，其实就係斗技场任务啊。咁但係任务等级就需要五星嘅，咁大家注意返啦。咁我相信要搵埋你一班好战友一起打。咁参加呢个活动嘅要求呢，其实就要去到 HR6 以上。咁可能有朋友已经阔别咗呢个魔物猎人已经有10年，可能 HR 都记得咗系啲乜嘢，或者好模糊啊。咁 HR 就系大家需要去集会所嗰度做一啲任务啦，咁其实就会升到噶啦。重点就系如果你一个人升嘅话咧，可能会慢少少啦。咁你同埋你嘅战友一齐打，可能会更加快，因为始终任务系越多人就越快嘅。咁我哋今次嘅活动咧，可以攞到嘅素材咧，就可以生产艾露猫嘅装备啊，即系我哋将会可以获得机械版艾露猫啊。咁呢个活动结束嘅时候，大家注意返啦，就喺2月9号嘅早上8点就完㗎啦，大概係2个礼拜到啦。好啦，咁之后嘅活动，其实第二弹嘅联动活动呢，会有呢个阿罗伊嘅工装同埋佢嘅成身嘅套装嘅。咁有消息传男性角色用晒佢成套套装都会变晒成个人都系阿罗伊，咁即系可能可以玩人妖版㗎啦，我相信。咁重要嘅就系斗技场啊，斗技场依家张图其实就有部分呢，就系一啲飞行嘅魔物啦。咁最重点就系有一隻原料啊，咁我相信都唔会话太过容易打㗎啦。咁其实可以用返一啲远程嘅武器射对空嘅，即系例如弓啊、重弩啊，咁样搵一个朋友咁样负责清咗上面嗰啲飞行嘅魔物，咁原料就靠近距离嘅巴打努力输出啦。咁我哋今日就差唔多完啦，希望大家鍾意条片啦，鍾意记得畀返个 like， 又或者订阅返我个 channel。 嚟緊我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魔物猎人最新嘅消息，多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